什么话？以前我活得太久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。Silence， 安静也是一种美的东西。你叫什么？天哪！这位先生，他没有开口。上电视如果是个哑巴的话，人家叫你来干什么？这种我听不下去。不讲话还是高威？可以先帮你叫车，你高威，高威，他说他高威。建明哥，这种最怕。为什么？管不住啊！这种他出门你会担心的。嗯，灭环漏。他可能把的那个，说不定人家可以拿贞洁牌坊哎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你不用还肉，他出去没有人敢欺负他，市长他都敢骂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四票通过了，那我们要请他出来走个秀了。好的。哦，到底一号会是谁呢？请看。欢迎罗姐。大家好，谁选他？那个日本小倭寇。还有边走秀还边干掉，你看得了足球第一名就了不起了，结果又不是你踢出来的。你觉得自己最让弟弟们神魂颠倒的是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很好笑，很好玩。对，而且我又很爱玩，然后跟我出去玩，我又很有一套方法出去玩，然后跟我出去有应该有蛮多优惠的啦。是，譬如说不用排队啊，对啊，或者去哪里特别方便，连过斑马线都没有在乱讲。过斑马线要看红绿灯。罗姐，弟弟们最喜欢你身材的哪个部分？皮肤。嗯，我来跟摸一下，小杨哥啊啊，这样好，你摸了，你摸那个姐姐，不好意思哎。我真的是滑的耶，好溜。哎，听说。哎呦！哇，哎，有灰是不是啊？我们朋友，你可以摸一下。OK。我说，哎，滑哎，而且摸滑的，罗姐那细致的感觉，瑞典的是不是？啊，杜丽可以摸吗？看看，试试看。哎呦！啊，可以了，杜丽。罗姐的皮肤是不是跟你的光头一样？对啊，差不多。科技哦。哎，杜丽觉得怎么样？我很 OK， 我觉得不错。怎么错？前面有每天都擦乳液吗？还是这样？不是，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是德国人，是他摸到我皮肤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想用一个方法来形容你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。我穿过最好的毛衣叫做 cashmere， 但是有一种毛衣比 cashmere 很好还好的叫做 angola。他说我觉得你比 angola 还要好，那我是不是就说叫亲戚啦？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的照片。谁啊？他看个影子能看出来你照片、啊？这照片放出来是要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下一张。他会不会走这一张？我跟你讲，年轻人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偷机了。前还是后？怎么说？这个一定是取景用角度来拍。这个是前面还是后面？对，他这个应该是有谁前面那么平啊？二号的姐姐，请问你谈过几次的恋爱？姐弟恋。姐弟恋的话，正确来说是两次。哦，两次。才两次。两次，那最大差几岁？最大追求的差到14岁。14岁也大一轮了，一轮多了。而且他最高纪录是被几个弟弟追求过呢？其实应该这样讲，我被追求的男生里面，大概98%吧，都是弟弟。哇塞，都是弟弟啊！是弟弟的天菜哦！天哪，是因为他们不懂事吗？还是女生应该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啊？有过，比如十几位、20几位有吗？超过吧。超过冤亲债主不算哦。是的。嗯。20左右，20。看过那照片，我觉得我不太相信。不太相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太可能。感觉他感那刚刚那几张照片，感觉这个姐姐没有年纪很大、啊。
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追他的该不会都是高中生吧？哎，你不能说把那种小朋友，就是弟弟那个，他对跟你说，哎，姐姐，我喜欢你，那种都算进去，也不可以这样。我也怕犯法，好吧？我们让型男来投票，你们想看还是不想看呢？多想看一下。想拉起帘子的请举牌，不想拉的请举叉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再请他走。一定要看，对啊，一定要先看。他想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在胡乱，我在吹牛说谎 ，liar。都想看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啦。一二三，请看。停。再往上拉就不开心了，对。有改变吗？有改变。有改变的请改变。对，想改变的请翻牌。我们不能再有人走了。全部改变是哪招？到底是哪一位姐姐呢？请看。哇，可爱可爱！我好讨厌这个节目哦，车子，你可不可以载我一起？可爱可爱，罗姐的车可能还没有走哦。门口有专车来，请走秀。你要不要走到那边一起把姐姐牵回来？高哥，你可爱可爱可爱。OK 啦，这样子型男的可爱吧？很可爱可爱。你自己觉得让弟弟们神魂颠倒的是什么地方？个性。以我以前交往对象来说，他们都觉得就是我在谈正经事或是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有我应该有的年纪。那可是私底下大家在交往或是相处的时候，我就会变得真的很小女生这样，然后就很好玩。哎，我很好奇，他真的杀骗天下无敌手是他这种的。对对对，我很好奇，就是14岁那个你几岁？当年他18岁，所以18+14，32。我还是有到成年了那个状态，可是那一任没有交往，没有真的交往，因为就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个朋友现在在香港发展的很好，叫金刚啊。哦，金刚，他在香港。我知道。他一直认为就是杜诗梅是正妹，他一直认为是正妹，所以就是。潘玮柏也觉得他是正妹啊，像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金刚怪怪的。不是，你也要觉得我也是啊。哦不，当大家都是我虽然跟他是好朋友，但是我从来没被他影响。我知道了，建明哥你几岁？啊？你几岁？17。哦，你不是我的菜，我通常是17到27。啊，对了，所以是假，所以是贾斯汀。还好我17。所以你过了，你过了。那我们问一下贾斯汀，喜不喜欢这样的姐姐？个性蛮好。真的很活泼，真的有那个年轻的感觉。如果相处久，会不会想要追他？我会把他当朋友，很老实。他的个性就是像一般的朋友，就是可以约他跟我们大家一起喝酒玩任天堂啊。可以。而且私底下其实我们当朋友几次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追我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位的照片，请看。这只有露腿的哈啊！哎呦，这张是怎么了？哇，怎么感觉衣衫有点不整？慢。是一件平口的比基尼，它是外面，比基尼哦。然后外面又加了一个小可爱，所以白色。因为他在烤箱里面，所以流汗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好厉害，你还看得出来是烤箱啊！我刚一直以为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面。烤箱里面戴链子不是很烫吗？对啊。罗姐，这张 OK 吗？罗姐，非常美，犯规，犯规，非常美。好，谢谢，请出来。来，我问一下，那我们想要问一下，你最让弟弟神魂颠倒的是什么？就是身材有一点好，然后又比较好相处，智商比较低。什么？自己说自己智商低？智商比较低是什么？有些男生会怕太聪明的女生，也是。对，然后是不理智。哎，那这样子，我真的想要先看看他的下半身长什么样。没有问题，麻烦为您服务。三、二、一，请看。这有什么？你看，你看得到什么啦？而且长裙我不知道下半身到底到哪里。我们现在是要去泰国拜拜吗？咦，还是他不是侧面？这他刚刚什么啊？请问你的裙子有开叉？他真的有开叉？直接颈部一下，啊，能不能往下？哇，心机太重，对嘛？开叉，我的。
心机太重，心机太重。麻烦 turn around， 谢谢。这个真的美哦，这身材真的也很好哎。哦，哇，这前面也开太低了吧？这个看完了之后，心机好重，必须的。有想要改变的吗？有的话可以请改变。可是你们要特别注意啊，今天是姐弟恋。小梁哥，你怎么会问？姐弟恋的话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，但是贾斯汀。金昌老将炮曾有一段难忘的姐弟恋。其实呢，以我谈过那么多姐弟恋的这个状况来说，有一次特别值得纪念的是，我有交往过一个大我11岁的一个女生姐姐，而且那个姐姐呢完全看不出来，感觉像她就跟我一样，21岁那个美丽的肌肤跟这个白皙的这个脸庞，我真的觉得太好了。尤其呢，我们在各方面身心灵都非常合，所以呢，我是举双手赞成姐弟恋的。